好，现在是德国，德语展厅哈，这是3号厅，3.1厅，他把那个1号厅放成反帝啊，各种服装在那妖魔鬼怪，都是魔鬼服装。然后2号厅放成吃喝喝，然后3号厅才是正式的。当然是他们东道主国家的书在这里了啊！好，接手镜头，看，It's a bird in winter，春天的鸟。苦难的冬天的鸟，这个话挺有创意的，就形容冬天鸟都没有家了，都往下落啊，死的死，散的散，往下掉的往下掉，冻得叽叽嗦嗦的，冻得叽叽嗦嗦，这个确实很有创意，学学人家这个广告设计，这叫莱茵河。摆设，他的创意很好。这是学广告设计的好地方啊！好，我有现在我有新的智慧了，怎么采访？采访他们的广告设计。你看，一个大的成功的广告就是不要有很多颜色，不要超过3个颜色，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醒目的广告啊！出版社，学学人家有经验的商家哈，就是20个椅子，一个2米乘1米的大电视屏幕，就是一个办讲座的地方哈。这个是值得学习，这不要多少钱，谁租这个位置都行啊。书展嘛，就是提供座位和道具，大家来租这个位置，宣讲自己的。这个，他这个是国家级的专业，都是要焊接的哈，这一个人是不行，我们也得十几个人，那这都是接头电接头加电接头，德国人进这个大厅看自己要找的公司的目录，就可以在这里看啊。可以看自己要查的那个，他就可以查到，这里有一个移动式的，可以拿可以放回去的，敲键盘的键盘，然后自己就可以，他这些都是有经验的书展商，他就跑这来查自己喜欢的。书展在哪个展？这个人是设计者啊，Good design，还是 very good，good website，good website，good design，非欧干尼亚托 very good，人是欧干尼亚托非干场哈了呀？Nein, nur für den Stand. Ah, ja, für diese. Das ist jede Firma kann mieten, ne?Oder? Diesen Stand? Nein, ja. Das gehört dem Podium Rheinland-Pfalz. Wir sind ein Bundesland und da muss man die Mitglieder dürfen nehmen. Gehörte zur Stadt. Nee, zu einem Land. Ah, einem Land. Welcher Land? Rheinland-Pfalz. Ah, ja. Nicht Bayern. Nein, nicht Bayern. Nicht immer Bayern. Ja, Rheinland-Pfalz ist nur in Frankfurt Umgebung. Ja, ist ein eigenes Bundesland. Ah, ja. Die Bayern ist Rheinland-Pfalz. Ja, ich komme von Bayern. Ah. Welche Bundesländer sind Sie? Auch Rheinland-Pfalz. Nein,
Und der Hauptstadt wurden? Hauptstadt ist Mainz. Mainz. Ah ja, Mainz. Das weiß ich. Aber sehr modern. 他只是负责这个信息台，这个州的所有的讲座呀，关于书介绍的，都到他那儿来。他是州政府的，嗯，每个政府都为自己的州弄点儿方便吧，好像就这个意思。不能都会被自己国家举办，然后都被外国人宰了啊。他们也要占领最好的厅，展示自己的最好的。嗯，来者不可非也了嘞，旅游，旅游图是最受欢迎的。哦，展厅都不大，展厅不大也是3000块钱呢，5000块钱。就是每年3月份莱比锡的那个图书展，是真正写书的人的图书展。他这个不是，他这是出版社的图书展。那个是每个展台2000。马弗拉格，为什么 cost 的这是 kleine quadratische Platz？ Kann ich ihm gar nicht sagen. Martin weiß das。到处都是德语书哈，咱们这厅就是德语书。有的老板他健谈，你一问你这地盘多大，多少钱，他就告你。有的他就是雇员，他不是老板，也不健谈，他就。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干活的，嘿嘿嘿，这意思。哎呀，懂书的人写书的人不少。算命的啊，算命的那个窗口还不少呢，就把手伸进去。Was ist das? Das ist Kekse. Das ist Kekse. 哎，这里发饼干，德国人有钱啊，而且。Das ist alles für diese Land, ja, Bundesland. Bundesland. Und wir haben auch unsere Verlage dabei. Welches Bundesland? Thüringen. Aha. Mein Staat wie Bayern. Und? Ja, Bayern. Ich bin auch Bayern. Und welche Hauptstadt von? Erfurt. Erfurt 是一个州的州府了，那就他们分了小州了。哦，这里正在搞讲座。大家看一看，这里正在搞讲座。Und man lieber Konflikte nicht austrägt, sondern es gehören ja irgendwie uns. Das sind so ein bisschen ungezogene Verwandte. Vielleicht ist Konservatismus so ein bisschen über die Stimme schlagen. Ich glaube, das ist ein这又是一个州了，我都不知道哈，我也不看德文报纸，所以特林根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州 ，Erfurt 是他们的州府，这小不丁点儿的地方也成立一个州，联邦州。好，不能再拍了，再拍我上传就太困难了。这里是签字啊，作家签字仪式。我说排长长的队干啥呢？免费赠送这个穿白衣服的这个50多岁的人写的书，然后后头年轻人都在排队，中年人、老年人。我以为又是算命的，不是，是他签字，签完字了，每个人发一本书。所以说图书博览会就是免费能得到很多书吧，因为哎呀，写一本书看样子还要花很多钱白送人呢，在图书博览会上。好，考虑考虑。好，我给
它架子上有的是这个书，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看，大家就知道这书叫什么名字。这个作家自己在签名，在推广他自己的书啊，推销商嘛。Physics Theosophos Abgeschmitten Lille Yes in Kino、哦、好像现在还在电影院上演呢，他在下头这个园子，所有的人都在免费，是经过他签名后得到这本书。我看中他这个书架了，它是四面都可以放书。然后三个阶梯，这怎么？你们得学一学。这里是星期四，飞在这休息。哦，是铁架子，这是铁架子，然后这是箱在这里，然后这是总盖，然后这是有吉玻璃的一个圆柱子，条条的，然后它是三层它是固定在一个有机玻璃上，然后拧几个螺丝，然后它这个铁架子是带钩的，一个90度，两个90度，是凹字形的一个铁架子，然后它在挂在上。德国人是聪明，不愧是图书展的长期展商和博览会。是，因为他每年固定不变嘛，他这个是每个团队一年只管一个，所以全年都在有马克定去招全世界的，谁出版社愿意？看看他这个所有的海报，哎呀不，学学人家的广告设计，知道是不要超过三个颜色，这广告就特别醒目，看到没有？你看他每个广告都不超过三个颜色，就特别醒目。要学呀学呀，言简意赅，看到没有？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内容是什么？从这个广告中一下就看到了啊，这就叫。广告订购商哦，这个展台是广告订购商。Wir sind fünfundachtzigtausend Werbung Klugkopf， 我们有着85000个广告，是聪明的脑袋。真是聪明的脑袋哈，言简意赅。你看他一看他这广告，你就知道他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再看一个广告，咱们就走了。言简意赅，言简意赅。哎呦，这真是聪明聪明 ，Klugkopf。聪明聪明聪明。我们有设计的广告样本，这都是鱼的样本，植物的标本。Dieser Abend war großartig anders als der甲醇万箭书，我是不信的。
家传万卷书都是要钱，但他广告是值得学习，看呢 We are Zinter， 我们是85000个广告的设计者，是最聪明的脑袋。有这么吹自己的吗？啊，聪明的脑袋，没说罪啊。哎呀，也没说我们。哎，真聪明，是聪明。耳目一新呐、啊，正是我要的。我就是想别想学的那个广告设计33，咱也得写本书啊。我听说外国人特愿意看中国人写他们怎么受邪党教育的和欺骗的那个过程。我听说德国政治家特别爱看。哎呀，这种书咱们写太容易了，写一本，写一本，然后到3月份莱比锡那个咱们也签字来送。但是得有一笔赞助商给赞助啊，要不然这书也出不来。哎呀，我先生是不会给这笔钱的。所以就需要我做各种自媒体，还征集点咖啡费呀、冰激凌费呀，无求而治得了。愿意给点就给点，咱们就出书了。我是听很多这个德国政治家呀和跟政治家有过交往的这些朋友们说，非常的德国政治家就睁大了眼睛听，瞠目结舌的听你幼儿园小学中学是怎么受邪党灌输，然后怎么形成一个固定的世界观，是思维结构，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啊，共产党的思维结构是怎么一点一点贯穿。他们不知道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和受表扬啊、受推崇啊，然后这个过程，需要人来给他们讲讲，尤其是需要那个国家的人来。现在咱们是俯视的角度给大家看一看书展，省点镜头吧，因为镜头越短，3分钟5分钟上传越快。这可不是在家，人家网速特慢。好，谢谢大家，再见。暂时介绍到这儿。哎，学学人家这个架子，它是 TikTok， TikTok， 这是有机玻璃，这里有一个勾勾坎坎。可以拆装拆卸，然后这里有个挡板两边，然后一个铁的架子，好，学一学，这边，好，谢谢。每个纸袋子都是一个广告，你看它这个广告设计的非常，也是不超过3个颜色，看到没？这都是专家呀 ，Professor Ne，Professor Ne， 小不灵点 ，This is kleine mini， 大和小和 ，Liane， 雨雪呀 ，This is over 雨雪，学学人家的
这个智慧。什么智慧？小不丁点儿，小不丁点儿，颜色也不多。Was ist das? Buntstifte. Oh ja. Man muss gegenseitig lernen. Weisheit von Design. Sehr gut. 小书，啊 ，mini 小书。还有人家设计的这个明信片，就三个，两个颜色，蓝色和白色。蓝色是黑蓝。真是学得了的，学得了，不是什么都是大，大就好，大谁也不愿意拿，我都不愿意拿。小呢，人家当着收藏品、珍藏品，他就拿了。